们一样要继续的来上课。那刚刚上的课，请问刚刚林讲师为我们上什么课？有没有班员有记住的？哦，好，这位前贤很棒哦，他有记住哦，道统及天命名师的印证，对不对？好，那现在后续要考试哦。刚刚林讲师有讲到，我们的一代名师是哪两位？第一位是什么组？工厂组，对不对？好，工厂组在哪里？他在世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一代名师，但是呢，他现在已经成道，回天教职了，老母封为天然古佛，就在这里，就是这一尊，就是我们的一代名师，天然古佛，对，哎，他已经回天教职了，老母封为天然古佛。好，那还有一位是什么？自系主，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师母，但是呢，我们的师母也是回天教职了，我们老母封为什么？中华圣母。哎，对，然后呢，师尊师母就是我们的一代名师。好，这个一，好，对，这今世的法，大家看那尊天然古佛，天然古佛在世的时候的面貌就是这样子。对，这一世的哦，还在世的那个面貌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中华圣母，哎，他们两位都是我们的第十八代祖师。一直想要问哈，哦，嗯，好，心想事成哈，哦，好，好，这两位就是第十八代的名师，一代名师哈，哦。刚刚我们林讲师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印证，那后续就不再多说。那接下来的课呢是什么？是十条大愿。各位贤贤，你们还记得这十条大愿在什么时候立的吗？哦，对，求道的时候，嗯，很好，都有记住。我们今天可以求道这么尊贵，我们可以求道，就是凭着立十条大愿。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立这个十条大愿，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求道？不可以。对，就是拿万两黄金你也不能求道，所以今天可以求道是凭着这十条大愿。那这十条大愿可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既然这么重要，我们要如何来守住这个十条大愿？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讲师。这张讲师呢，是我们造桥班的闽南班的负责讲师。那他也经常每年这几年都会追随我们的吕典传师到印尼去开法会，他本身也是我们道场的资深讲师，他对于这个愿呢有特别的研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请到我们张讲师来带着我们如何守住这个十条大愿。好，有请张讲师。我们说这个十条大愿，啊，什么是愿？啊，就是原来的心，也就是这个愿。各位前贤，你们到庙里拜拜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祈愿？会哈，哦，祈愿要不要还愿？要哈，哦。那我们像生日的时候呢，会不会许愿？一般都是许三个愿，对不对？啊，前面两个都讲出来，最后面一个不讲嘛。大家希不希望说这个愿都能够成？是不是希望都能够成？
好，那俗语说呢，有愿就有力，有力就能成。那我们是要成什么呢？哦，好，我们那个表扬是说要成佛菩萨。我们想不想成佛？想。想，我们要不要从这十条愿里面去好好的去做？好，那后学呢就来一条一条的来分析哈。在座的各位比较好前面的老前辈呢，可能这个十条大愿还记得，有的可能忘记了，尤其我们年轻辈的呢可能已经忘记了。哦，我求道的时候有立什么愿？哦，像后学的小孩可能是婴儿的时候就抱去求道了。哦，长大的时候刚好碰到老前人已经成道了，没有这个机缘来开法会，所以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十条大愿。哦，这个十条大愿呢就是我们一贯弟子从求道到解脱的一种修持的功夫。哦，这个十条大愿虽然是说是很简单，哦，但是真正你能够做到的话，一定保证你怎么样身心都可以安顿好。当你心不安的时候，你就要回想说我自己是不是没有照这个愿去行。哦，我们讲第一条诚心报守。请问各位前贤，你有没有诚心？有了哈。如果你不诚心的话，你今天就不会来到紫明宫，也不会坐在这里听讲师来讲课，对不对？所以说诚心是有的。报守呢，那我们看这个报守。好，我们要报什么？抱住我们的三宝。早上有复习三宝的，我们就是要怎么样从三宝上去下功夫。抱守守住我们的什么善念，就是我们那一颗心本心呐。所以说呢这个诚心抱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那个念头啊，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说为什么弥勒真经里面的劳酸意马，我们那心猿意马不知道飞到哪里，有没有办法给它收回来？有的人可能跑出去就不知道回来了，还要人家去给他怎么样给他赶回来。这样说我们放出去不要去随波逐流，放出去的心我们知道要赶快收束回来。收到哪里？收在至善宝地，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念头很重要哦。就像我们那个陶渊明圣经里面也有说的我们要怎么样快快收心蒙醒，对不对？这个收心蒙醒呢清醒的醒呢修修怎么样越堕越深不要一直修，就是那个心念一直放出去不知道回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要越过越深不要在这个红尘世上一直流连不知道收拾那个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心忏悔这个实心就是要我们真心的来忏悔这个忏悔呢不是一种告白哦不要说我今天犯了错我在老母面前先佛面前
或者是说，比如是说，做父母亲的孩子做错了，在父母亲面前撒撒娇，哦，对不起了，我做错了，怎么样？啊，明天又忘记了，又再犯同样的错，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子有没有办法消业？没有办法。忏悔呢，它是一种怎么样？由内心，哈，内心发自内心的什么反省，哈，发自内心的反省哦，哈，你如果没有从真正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反省检讨，啊，那样子是没有办法去消业的，啊，啊，可谓是忏呢？我们看这个，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哈，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做的恶业、愚迷、乔妄、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是名哈，就是名为忏。各位前贤，我们看这个哈，什么叫做恶业？啊，这包含杀生，还有虐待动物，都是。啊，各位前贤，我们有没有那个？哎，杀生应该是老菩萨以前可能有了哈，哦。嘿，啊，那个说虐待动物呢？啊，哦，我不知道各位前贤有没有。像后雪小的时候呢，啊，因为那时候农业社会，啊，给那个有一个动物，那个什么叫做什么啊？我们客家话讲说兔叫，那个叫什么？蟋蟀。哎，因为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像说现在有那么多的那个可以玩的啊。那时候小孩子啊，啊，就是用水去灌那个灌那个蟋蟀，嘿。灌进去它会跑出来，各位前贤，因为我们呢去灌它，就像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人家从上面倒水给你下来的时候，把你的房子倒满了，你会不会生气？会。你会不会恨他？会。所以这就是我们犯了错，我们要不要跟他说对不起？我们要不要忏悔？要，哦，所以说这是同样的道理，那个，哈，哦，还有一个恶业，我们就恶业，我讲一个，哈，哦，我们来举例呢，哈，哦，这个恶业呢，还有就是像说，人家那个，诈骗集团的，哈，哦，都是在骗金光党的钱有，哈，哦，都是在骗人家的钱，像骗老农民的钱，老人家的钱，这种恶，哈，哦，我们不要去犯道。还有呢，我讲一个故事，也许有些前贤已经听过了，啊，就是有一位道亲啊，啊，他就是怎么样，先生发生车祸了，啊，他就在怪怨仙佛菩萨没有保佑他们家里平安，啊，他就赌气，啊，就不来佛堂了，不修了，哈，啊，早期的时候还有在办道开法那个时候，老师在灵堂的时候，就请道亲去请他回来佛堂。那时候呢，我们老师就问这位道亲，他说：“啊，你爷爷过世的时候，你的奶奶是几岁？”他说：“30岁。”他说：“那你？”妈妈几岁的时候守寡？他说30岁。他说那你今年几岁？他想了一下，他今年也是30岁了，哦，他也是30岁，他今年就该轮到他怎么样守寡了，哦，因为他就是有来有求道有修道有走佛堂，所以呢老师替他担了这个业，哦，啊，所以让他没有怎么样守寡，只是说他先生
车祸断了一条腿，可是呢，医生把他也是接得很好，啊，他就老师就讲了，他说为什么你的奶奶还有他妈妈还有他本身，就是前世去杀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的妻子刚好是30岁就守寡，他守寡的当中呢，因为愤恨不平，所以到最后面他去自杀，自杀之后他就去跟他的先生两个人，哦，发了就是说找这些人报仇，哦，所以才有这种的因果。结果他听了老师这样给他分析之后，他觉得很惭愧，并不是，哦，仙佛菩萨不保佑他，而是他自己造的业，啊，所以说，这个恶业还有愚迷，啊，什么是愚迷，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怎么样，跑网咖，去上网，啊，打电动，打到怎么样3天2夜也不回家也可以，不吃饭也可以，甚至打到没有钱了就怎么样，就去抢去偷，哦，所以说是不是迷昧了，哦，所以说这个还有这个巧谎就是怎么样傲慢，哦，谎话，哦，再来这个嫉妒呢，嗯，各位请先，啊，去年有一则新闻，就是一位总理之间，哦，他看到婆婆比较疼小的媳妇的孩子，所以呢他产生了怎样，哦，那个恨嗔恨的心，他就把那个奶粉怎么样掺盐巴，结果呢就平白害了一个小孩子无辜的亡身，所以说可不可怕，哦，所以说我们要将这些罪过铲掉。有没有人说我，我没有犯过错，我不需要忏悔，从小到大我没有做错事的人请举手，哦，都有，哦，所以说大大小小，哦，我们都自己有犯过的自己都要去忏掉，哦，所以说六祖里面讲的，你如果这一些你都能够忏，永远，哦，都不会再升起那一个念恶念的话，哦，你就是做到真正做到忏。啊，悔呢就是说你这些做的，啊，你以后呢不会再升起的一段，啊，这个就是悔，啊，所以说这个是忏悔，欸，还有这个还没有写，啊，在哪，没有，他这个写不下，没有写，不用帝君的，啊，因为讲到这个忏悔这一边，啊，我用念的，啊，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坤道，那下面都讲，你写一下，修炼，啊，就讲我们坤道，我们坤道是不是比较爱计较爱生气，良气是不是比较小，有吗，啊，所以说呢，我现在要讲的，哦，可能前道也是会有犯到，就是怎么样，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哦，
怎么样？都很会讲的，什么这个？有没有？啊，这三个字，或者是一个是你，这底下两个也是一样的，或者是骂人家怎么样？这个怎么？对，对啊，我们就来分析这个。后续呢，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公司也要穿无尘衣了，那早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女生休息室，就是你还没吃早餐的人就在休息室吃饭，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更衣室，啊，有一个我们有那个同事啊，有一天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不知道，那时候后勤还在吃早餐，啊有一个同事呢，一个人因为我们还要开早会，每天就是因为公安的工厂一个安全的问题，公安每天早上都是会先口述讲这一些，公安每天早上要开早会，所以一般我们八点上班，七点五十分准时开早会，十分钟而已。我不知道那两位同事是什么原因呐、啊，哈、哦，是不是工作上？因为有时候在工作上，工具呀、啊，有时候拿来拿去没有放回原位，找不到或者是怎样，又去拿别人的，又没有放回去，我是不知道。就有一个甲跟乙啊，哈、哦，这个甲呢，啊、哦。就骂这个这三个字啊，他就说怎样？哎呦，我妈妈在家里啊，哎，你现在赶快去找我妈妈啊！啊，请问各位前线，跟他妈妈有关系吗？可是今天做错事的人是谁？是他的孩子。那你去骂到他妈妈，啊，你对他妈妈？有没有恭敬、哦、就没有、哦哦、还有呢，我们最常骂人家白痴、哦、前一阵子或许看一篇新闻，这个白痴的来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 有一个老板、哦、老板娘她 开面店，以前就是说在台湾来讲啊、哦，农业社会比较苦，可是呢，他有一手的好手艺，哈、哦，啊，他就开个面店卖面。那时候呢，不管是早上或者放学的时候，小朋友就是肚子饿了，哈、哦，就会到面店去吃面。去面店吃面的时候，啊、哦、啊，有的人是没有钱，啊、哦，有的人是有带钱，他们就邀一伙。就去吃面，是因为老板呢，他怎么样？他的面店人手不够，啊、哦，他忙着煮给客人，又要跟客人结账，啊、哦，所以这些小孩子呢，他就趁机怎么样？啊、哦，吃完大家邀一伙去吃嘛，趁着这个老板在结账的时候，啊、哦，啊有的呢就趁先就溜走了，啊、哦，所以说呢，啊、哦。啊，你知道吗？就是不是白吃，哦、白吃了他那一顿、哦。啊，后来呢，到了一段时间，啊、哦，啊，有客人回到他店里去吃的时候，一碗面，现在一碗面多少？35、45、50的也有哈、哦。他就拿100块给他，啊、哦，他跟老板说，老板，零钱不用找。哦，这个老板心里面就有数了，他就想说，他既然叫我不用找，这个是不是早期就是来我这边吃面，没有，哦、没有结账、哦，所以说呢，他现在可能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要还他钱。请问各位前嫌，这个老板呢有没有去贪他这个钱？没有，老板呢还虽然他。叫他说不用找这个零钱，但是他依然还是有找他钱，啊，所以说这个白痴是这样子由来。后来呢，因为大家是这样子，之后那个老板就干脆把他的，因为大家一直讲白痴，他就把他的店面改成叫白痴。
这个是这种的由来哈。好了，讲到这一条呢，我们就以不诱帝君讲的这个话呢，来做我们日后修道的方针，好不好？好。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不诱帝尊讲的真知，会奉行。我们知道这个道的宝贵，我们有早上有讲道之尊贵嘛，既然人道的宝贵，我们就要一心奉献去实践，好好的去行，去实践，真我会行常，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主人这个真我，我们就要时常要怎么样回光返照，要时常的来审查，好好的来检讨自己的过错在哪里。好，当下我们就要来忏，就要来改，然后呢，真品就这就是我们的品德，会在怎么样？我们要有高尚的品德，我们就要怎么样？好好的来锻炼，就把我们的不好的来修掉，改过来哈。真觉会在你能够觉悟了解这一些因果这一些事后的话，你能够觉悟，你就能够精进我们这个法呢是正法就会在我们去悟真诚会在报应这个字面都是很简单那个真诚会在报我你很诚心就像刚你能够抱住你的真主人，守住你的本心能够返璞归真真智，你有这个智慧妙智慧，你自然你就会怎么样很谨慎去思考去过滤真心会在里面你如果是真心的话，你就会去分辨这个是非对错我们真功就要实善真德就会在包容好，这是第二条。来，现在是第三不可虚心假意各位前贤，我们来佛堂会不会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我今天本来就很不想来的因为父母呢或者同学呢一直要我来，好吧，那我就去看看这个佛堂到底讲的是什么，有没有抱着这种的心，好奇的心或者是说呢有的人是怎么样来佛堂，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进入佛堂他就是不是抱着一种真心不是抱着一种真心一种好奇的心，或者他想说进来认识这里面的人看到佛堂这么多人，他开始就动了怎么样不好的念头开始呢在人前表现得非常的好可是呢当他一段时间熟悉了这个人人与人之间认识多了，他就开始怎么样做生意或者说标会或者是说怎么样就一些名目吸金可是呢当他给他吸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卷款而走这些被他倒会倒掉的这些道气，他心里会不会埋怨，会不会怨恨他辛苦赚来的钱，他是会先批评这个人，还是先会批评道？
你一定是说，哎，这个是什么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啊，来骗人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没有人愿意来佛堂啊，就会考倒一些人，是不是啊？啊，甚至呢，有的人是怎么样，就在在前点禅师或者说前人面前表现得非常的好，可是呢，久了啊，他在背后就是开始怎么样，在批评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搞一些是是非非，让整个道场怎么样，哦，弄得人心惶惶，啊，这样子好不好？这样也不好，啊，所以说，这个虚心假意，啊。我们要怎么样做到不虚心假意？就要出发心啊，要不虚假啊。啊，我们修道处事也要不虚假啊。啊，除了出发心的不虚假啊，还有我们修道每一天就要面对啊每一个人，面对每一件事情啊，我们呢都要时常来自我要求，好不好？如果能够做到自我要求的话，这样子不管是一个家庭、社会、道场，就会怎么样？如果是一个道场，这个道场一定是会怎么样？会很宏展，对不对？啊，大家都会很和气，啊。啊，如果在家里也是一样，一个社会大家都能够，很和平啊。所以说，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是说正人君子多的话，这个国家一定会强盛啊。不管在家里到哪里都是一样啊。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啊，退缩不前。这个退缩不前呢，就是说。当考验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硬起来？要不要？啊，还是要冲过去？如果是说一个考验来，啊，你就躲起来，啊，这样子失去损失的是谁？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也不要怕困难。当我们在人生中碰到挫折的时候，或者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勇敢的来面对。当你能够面对，能够冲过这一关的时候，那一面的阳光就在迎接着你。如果是说呢，你冲不过啊，你就这样一个小考验来了，你就说起来。好，你就躲着，这样子你永远就是在黑暗的地方，你永远就是在轮回的路上，对不对？这个考验呢，有很多，有逆考，有顺考，有颠倒考，种种的考，有生病的考，事业的考，是非的考。那就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怎么样智慧，去如何给他圆融啊？考验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一块那个玉啊，那个玉是不是就是一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呢，当它还没有雕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很美？这个石头你看起来就很丑。可是呢，你一戳，一颗，到最后面，它就会怎么样？光坨坨、圆硕硕，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经得起这个考验，不要怕，我们呢，到佛堂来，不管是一个在社会上、职场上，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主管或者说点禅师，哈，他因为是爱我们，责之深，爱之深，责之切，哈，所以呢，他就是要怎么样？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器。有时候呢，可能讲话比较重了一点，啊，那我们就要去体谅前贤的辛苦，他是为我们好。一个做父母的也是一样，他也是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就像这个玉一样，不雕不成器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啊，一定要勇往直前，啊，来，再来这个七师灭祖，啊，这个七师灭祖呢，啊，狭义的说就是怎么样，称师作主，啊啊，然后就是那个擅自放命的，或者说啊，你求的那个道哦没有效，你要来那个什么，求我这边的，我这个哈，点这个肚脐的。要不然就是点这个泥丸宫的，这个哈，哦，才会成呐，啊。你要不要去？要，哦。啊，那你要去，那你就糟糕了哦。哈，哦，那你就掉入什么？哦，掉入他们的陷阱里面去。啊，哦，所以说，阿友讲到这个。这个称师作主，哈，其实呢，或许的邻居呀，啊，啊，他是慈济的，他就跟或许讲，他说，哎，来了，你每，他每次都邀我去说参加他们那个什么，不是，哎，他们年什么岁岁什么岁末什么岁末祝福啦，哎，对对对，岁末祝福，我说哦。哎，我说我们大厂刚好哈，也是有一个叫做年终谢恩，哈，我这个年终谢恩跟你那个岁末祝福都是一样，都是为众生那边，所以他每次邀我都不去。他说你们那个一贯道的哈，某某道亲也有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就跟我讲什么讲什么，哈，说这个道亲怎么样怎么样，哈。啊，我是觉得是，他说，他认为说，他是跟他讲说，在一贯道里面没有什么，哦，他反而去他那边听了，觉得说很好。我心里面就在想，这个道这个前贤，他对道理化了解了多少？为什么我们这一贯道这个三宝那么殊胜，哈，哦，有人求都还求不到。为什么会认为我们自己这个好，哦，没什么呢？好，哦，啊，你去，反而你去拜这个啊，哦，真言法师，啊，哦，我们自己的师尊师母是一代的祖师呢，啊，哦，所以说现在千门万教，啊，哦，我们都不要随着他们起舞，啊，哦。也不要说哦，他是十九代祖，哈，哦，啊，他是什么仙佛来转世的？你们要不要跟他去？啊，哦，不要哈，哦。所以说我们要认哟，哈，哦，我们呢要认这个经线，这个祖师一脉的。啊，哦，上一堂课林讲师不是有讲吗？哈，哦，所以说。我这个道统也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自己要认清这一条理路，好不好？好。好，再来就是藐视前人。这个前人呢，不是说前面的点传师啊、前人啊、哈、哦、点讲师啊、坛主这些，是说比我们先求到的，我们都称呼为前人。啊、哦。早期到场的时候，啊，啊，像老前人，他们从大陆过来的时候，啊，是在云林，啊，那一边开始布局。你看那时候是农业社会，那时候的老人家，
都是很实实在在的啊，很脚踏实地的在修的。可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战乱过后，也没有几个人有去读到书，也有很多不认识字的。但是呢，虽然他们不认识字，但是他有这一份的赤诚之心，他很诚心啊。虽然不会讲道理，可是呢，这个道一直去推广的时候，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人才是不是开始出来的啊？再有人才出来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想说啊，这个老人，这些老菩萨又不认识字，又不会讲道理，就会开始看这些老菩萨不起，这样可以吗？好，虽然他是老菩萨，他有那份赤诚的心。或许记得老前人曾经说过，他说台上的很会讲道理，可是呢未必能做到。可是人家在后面厨房做饭烧菜的那些老菩萨，他们是会成哦，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呢不可以藐视前人。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流点传师，后学从18岁求道，那时候是三方面，后学呢也是老前人成道之后，就在这边一直在这边，流点传师他在道场一生奉献在这个道场，一直到现在，说实在的，他劳心劳累，真的说以前在农业社会，各个马路没有像现在那么平坦，那时候要翻山越岭，要走，尤其像说永和山那一边的，后学有走过，因为后学娘家的，我曾经去到山湾那边扫墓，我用走的，跟我叔叔挑着东西用走的，没有车子可以坐，后学知道，所以说要去成全道亲，要去办到各方面不容易，所以说我们有点传师，他一生奉献在道场，劳心劳累为后学们也挑了这个业，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生病了，我们可不可以看他现在生病了，可不可以说那个对他不恭敬？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要尊敬他，要关心他，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的来修，他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他都是希望我们个个能够修成，个个真的能够往内心上去下功夫去修，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让他怎么样，对我们这些做子女做后学的人能够心安，能够放下为什么说老人家吃到90岁80岁100岁对他的子女都还放心的？所以说我们尤其是现在是走在道场修道，我们呢就应该要更好好的来修让我们的流点传师看到我们是真正的在修我们没有怎么样一天过一天的我们真的是有在修让他呢能够放下这一颗心也让他呢身体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来，再来第七条不遵佛规人家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在道场呢也有很多佛规也有很多，但是其中
不可犯到的是什么？不管这个，规矩你喜不喜欢，但是呢，佛规就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你就是必须要去遵守。尤其道场有些不可犯的，就是三清四正。三清是什么？圣男清，钱财清，钱财男女界限清，有时候我们要去区别。如果是说家里的事情跟这个圣事有所冲突的时候，就是说今天家里可能也有一些事佛堂也是要，比如说今天开法会，可能我家里也是有什么事，但是呢你要想到家里的事如果可以缓一些做，那我就缓慢一点做，毕竟这个圣事是关心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要清楚。这个钱财也是一样，记得曾经有道亲问候学，他说，因为他现在有一些困难，他说可不可以，就以道场的那个钱呢，比如是说我们有那个什么爱心基金啊，或者是什么的，可不可以因为现在是我保管嘛那我先拿一部分来用我等到我有这一笔钱的时候我再给他填满回去。我说不行虽然说别人不知道，上天知不知道？所以说佛家一文钱，大智须弥山。那时候我就跟这位道亲讲，我说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用到这笔钱，要非要动用到这笔钱，我说可以，你回去请示点传师，毕竟这笔钱是大家怎么样拿出来的这个爱心基金是拿出来的，你去问点传师还有各位前贤可不可以借用，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也没话说，如果是不行的话，你就私底下就是不能动用这个钱一定要私人跟公的钱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还有这个男女界限一定要清楚。你看我们来到佛堂是不是要乾坤分班记得或许求道的时候去成全道亲，前贤们就告诉我们，如果是说没有车子可以坐，是坐那个机车，绝对不能一钱一坤这样子站，就是要两个钱道，就是钱道再钱道，坤道再坤道甚至夫妻来佛堂也是一样，一个就是要慢慢个四五分钟，一个先进来，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这个佛规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这个四正呢，就是身正、心正、言正、行正这个身呢，不该去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什么叫做不该去的也有像妈妈这些的还有这个呢，我们的心呢一定要存着正念不要有一种心，不要有一种邪念不好的念。然后呢我们讲话也是一样言行举止我们都要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呢不该犯的我们还是要必须去遵守，这个是佛规。然后不可泄露天机，我们早上也有讲这个三宝可不可以随便泄露出去，不可以，因为后学啊 有一位同事，因为后学在公司是属于外包的，就是人力公司这样进去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正那个同仁，他有空的时候，因为现在人很方便，那个空档下来的时候他就手机拿出来，有时候他会上去看这个人家讲道理的，讲道理这一些的，有时候他私底下也会跟我聊天。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就讲那个慈济的说什么拿多少钱去他们就有荣誉董事可以做，我说我知道，因为我邻居就是一个慈济的，我说你拿100万去就有荣誉董事可以做，然后他们就会，如果是坤道的话就是穿他的那个旗袍，钱道我说我是忘记好像是西装啊，不知道是他们那个制服，我不太了解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就开始又讲到我们一贯道了，他说你们一贯道以前听说是鸭蛋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鸭蛋教，我说你有看到我吃鸭蛋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有看到我吃鸡蛋吗，没有我说为什么你会去相信呢我说这毕竟是以讹传讹我说早期的时候为什么人家会叫他鸭蛋教，我说因为我们有一个道亲他动了大手术，因为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都很苦因为他的家属一直要认为说没有营养要跟他开斋但是呢这个道亲他知道先佛有说过开斋的罪很重他又不愿意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一次呢就去请示仙佛，仙佛就说了当动手术或者做比较粗重的就可以吃蛋，但是呢一般正常的人就不要去吃，因为那含有浊气不是很轻，所以我就跟我这位同事讲，讲完了这一句话他又讲，他说你们一贯道说门关起来，我说这个我也听过了，我说你知道吗，我当初要住我隔壁的邻居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讲，他说我不要你大伯跟我说什么你要是去求他的道他会端一杯茶给你喝，那杯茶就放了符咒你喝了呢就会乖乖的听他的指挥，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面就是怎么样脱衣服我说后来那个邻居也被我渡上了我说就从我们的礼节开始嘛，进入佛门就像早上一样，有没有招待的？有，把毛巾给他，然后请他坐下来，端一杯茶给他喝喝完了呢请他挂号，挂号完了然后就怎么样就上去佛堂听道义，对不对我说呢那要求道的时候我说这就是看个人因缘咯我就跟这位同事讲，我说为什么有的人去到佛堂没有办法求道，他已经挂号下去报名下去他反悔了他不要求了，可是他另外一个他的太太或者他儿子要求他没有，因为他是载他来嘛，他没有办法马上回去，可是在这个求道的仪式当中我们绝对不能给他看，我说道不传六耳，他说什么叫做六耳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了，
因为这个求道的仪式当中，我说你们男生有当过兵，早上复习三宝陈讲师有讲过了哈，你们有口令吗？我说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通关秘密。我说如果呢，你把这个，把这个什么，这个口令讲出去，给敌人混进来的你都不知道，给他啊，敌人混进来你不知道哦，哈，啊，你是不是失去了你这个口令了？啊，那如果是说我们求道人也是一样，如果你把这个啊泄露了，你知道吗？泄露了有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了哦，啊，我说呢，到时候呢怎么样？哎，赌博的也进来，好，那个酒鬼也进来，什么人都进来。我说那会害了真正有心要修道的人，好，也会害了那些还没有求道人，好，的废命，好，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能泄露。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来了解的话，我说我竭诚欢迎你来佛堂，好，听到了，好，所以说这个不能随便泄露天机，因为时间哈，我要赶快点哈。还有这个逆道无限，哦，就是说我们这个道那么好，哦，啊，我们要不要为道挺身而出？人家就像这个刚刚后学讲的，哦，啊，如果是说人家不了解这个道，你又不肯站出来为道，哦，解说的话，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对不起老天了？啊，所以说呢，啊，我们这个道好，啊，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去告诉人，啊，让人家能够怎么样，啊，来向道，啊，来学道，啊，再来就是量力而为，啊，量力而为，还有一个是无量，量力而为就是说，我今天有时间，哦，可以去修道办道，哦，去帮办这一些的，我们呢就要尽我们的能力，哦，去做，哦，啊，还有一个不量力而为，就是说今天，哦，有这个机会给你上台来讲，有像有些前贤啊，请你不要叫我了，我不会，我口才不好，哦，我说如果你不敢跨出那一步，哦，你永远就没有了愿的机会，对不对？哦，虽然不管我们今天，哦，书读也许书读的少，了解的道理不多，哦，可能呢你要表达的也讲的不是很圆满，但是呢你量力而为嘛，啊，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啊，那你永远就跨不出，啊啊，我也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前贤都能够把这个十条大愿好好的去做去实践，这样子呢最后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圆满报身，好不好？ 好，今天十条大愿就讲这里，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后续不讲那么多啊，还有一个严礼哈，啊，我们以前的礼节，人家说这个礼节还是最重要的啊，啊，这个礼节呢，你看我们以前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好的我们就要保留下去。记得后学小时候啊，如果说自己的爷爷父亲去山上工作回来，是不是要用那个脸盆打那个毛巾？给他洗洗手擦擦脸的，哦，这个都是要去遵循的，哦，啊，现在人怎么样都没有了，哦，啊，我怕会超过太多时间，那后学呢就从最基本的我们的打毛巾，哦，啊，我们请那个坤道啊，刘姐，我们请刘讲师哈，我们打毛巾的时候呢，接的时候，啊，有两种方式，也可以从这边这样子接的时候，可不可以当着他的面这样子擦？
这样子。各位前贤知道了哈，我们接的时候这样，因为男女哈，我们说说不清，有时候是说家庭火堂或公共火堂人手不够的时候，必须一个钱碰到，或者是说钱到打点碰到，碰到打点钱到哈，我们呢一定不能碰到他的手，哈，所以说打毛巾要这样接，哈，还有这个观察。观察的时候也是一样，哦，这个是有耳的，哦，这样接过来，哦，这样子接，哦，啊，再来呢，就是还有就是恪守，哦，等一下我们会办这个恪守呢，这个人后就是拜我们自己的慧命，好命，好，哦，这个我们的命，其实说我们拜先佛也是在拜我们自己，哦，所以说我们恪守，我们现在就前到那个不讲师，哦，这个恪守拜的时候呢，前道跟坤道的拜法不一样，那我们请五讲师给我们示范，那我们怎么后面的如果看不到就站着，前面的坐着，这样子好吗？好，那后面的看得到吗？看不到就走到这边来。对对，好，那个前面来看哈，看怎么拜法哈。坐一，下面来。跪。下面。向老母参加礼于上帝，磕手。后在后场，后四后磕手，起。坐一，参加。各位前道有，各位前都有看到了吗？知道怎么拜哈？好，那我们谢谢一下。那坤道呢？我们请刘讲师为我们示范哈。来，坐一跪，向老母参加，请你上殿磕手。后再后三后四后磕手。各位请。起，跟前贤看，先看一下哈，哦。他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碰到有穿两片裙子，所以呢，这个右手按着这个拜垫，哈，哦，左手呢就放在这膝盖这边，哦，慢慢的起来。左参加，刚刚前到的呢，是因为前到都是穿长裤，所以说跟坤道就是会有一些。区别，啊，这个呢，今天后续就讲到这里哈，因为这个理解哈，日后我们上课还是会有时间的话还会教各位前贤，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哈，啊，我也不耽误各位的哈，下一堂课的讲师，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有说错的地方呢？叩求先佛慈悲赦罪，负责讲师给后续补充，也谢谢各位前贤，谢谢。谢谢张讲师，张讲师辛苦了。啊，或许呢，只讲一个重点哦。其实愿就是张讲师跟我们讲，愿就是什么？原来那个心，那原来那个心是谁的事情？对，这是自己的事情啊，要记住哦。这个发愿是自己的事情，知道吗？啊，自己的事情。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佛规礼节啊，那。这个十条大愿里面有一个叫做，他讲了很多啊，或许就有一个藐视前人这个部分哦。
或许常常在想啊，我们父母亲，我们会不会在背后骂他的话？应该是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的感情很深厚，对不对？那你们是前贤们，我们在背后能不能讲他的坏话？也是不可以，知道吗？什么时候内心里面没有父母亲，就忘了自己，像后学姓陈，什么时候忘记了父母亲，自己就不配当陈家人，知道吗？那还有一个重点，什么时候我们忘了贤贤，忘了点燃师，那我们就不配叫做一个修道人，知道吗？就是个重点，记住哈。好，那大陆30秒，很不好意思，刚刚呢有调查了，大家要不要留下来，对不对？